法王立物，悲智宏森，普遍十方，名扬弥格。今蒙斋主太和净宗协会华藏净宗东京联络处，日本各地净宗四众弟子，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，日本国各民族万姓祖先。2011年3月11日，日本地区地震海啸，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天灾人祸，意外罹难众生，广深堂上众等亡灵，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坟，借逢护国习斋法会之期，特请三生登座，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博士。乃尔亡灵遭此圣缘，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，恭临妙法一心受度。万心再看第七段，护国习斋根本之方法在于念佛，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之所感召。那么这一段呢、我们讲出了护国习斋根本方法在于念佛。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我们要习灭灾难呢、要多念佛。那么灾难怎么来的呢？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之所感召。众生啊，造十恶业，这样感应啊，召感来的，才会有这些灾难。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众生，大家都修十善业，那么这个地球上啊，不会有灾难。这个地球必定是
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Thank you.